年轻人，麻烦你了，谢谢你。你是在应征什么？我应征作业员，但是我之前是考机。啊，你考机为什么你不应征考机？你要应征作业员。主管还没有通。不然不用了，你直接来上班啦。可以这样吗？可以啊，我说短肯定可以啊。Hello。你好。老板管吧。啊？老板管吧。哦 ，man 啊 ，man 啊 ，man man man man， 谢谢。啊，你多少家哦？老师哦，还记得未？我等你买买买。哎，无紧啦，我挂好啊，免客气，免客气，你做你无用。安尼，啊，你是看看直播？哈哈哈！哈。我私讯看袂到啦，哎，传真我私讯足侪人诶，好啊，我私讯人足侪，我看袂到。我一天私讯两三千个，我看袂了。年轻人，麻烦你了，谢谢你。啊，你有看我直播呀？有啊，我来讲一起工作。你是在应征什么？我应征作业员，但是我之前是考机。哦，就是你啊。对，就是我。啊，你考机考多久？做三年。考机的薪水好像是，竟然是39000。对，39000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啊，你会考机为什么你不应征考机，你要应征作业员？上面因为我是101上面看到的。嗯。啊，他就请我过去面试的时候，他就说会在礼拜一通知我。啊，礼拜一了吗？还没，主管还没有通知我。啊，应该是明天会通知是不是？对啊。不然不用了，你直接来上班啦。可以这样吗？可以啊，我说短肯定可以啊。你明天来上班，然后。你明天早上啊，到那个，你知道我们公司吧，对不对？你早上去我们公司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很多人在集合。你去集合那地方，站在全部的人最后面，站在全部的人最后面。你去我们公司啊，我们公司就有个大门，旁边有个侧门。你去侧门，你早上7:50你去就看到很多人在那边等，100多人在那边等啊。你全部的人在集合的时候，你站在最后面，在全部人列最后面，然后你就往前走。他们解散的时候往前走，找那个主管，你说我来应征那个什么考期，然后你跟他说廖老大说叫我直接过来写那个入职履历，我会在那里啦，一般我都在那边，那就直接上班，然后做考期啦。考期要先看看你会到什么程度啦。我们正常我是要给他39000，然后也扣为6万-7万不等，就看你牙刚给他清楚不够。没关系，我先派你进来公司上班。你不要应征作业员，你的考期肯定是应征考期啊，应征作业员薪水低啊，考期薪水高啊，啊你会考期当然要做考期啊。没关系，先进来看看嘛。如果这不行，要做作业再做作业呢、啊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94要客诉，2020台美44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